妈妈说他们家的 baby 睡过夜，其他的女人好像她中乐透一样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年轻哥这阵子他刚生小孩，我就只是问了一句：昨天又没睡好哈？他对着我眼眶是泛泪，他就哭。他老婆为了一个小孩没有睡过夜，吵着要分开呀。那是因为燕君跟别的女人睡过夜了。没有啊，不是啊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